OK， 来打第七弹吧。意外发现后面有一个人在比耶，那我们给他一个特效吧，再来一个特效吧。好，最后再给他一个特效。看预告。反正第一次抓，随便抓都是抓没有的。OK， 看什么是棉花。OK， 那我们来抓一下吧。这样子，海刀盾。选择想玩的模式吧。反正都是废卡，没差了。在游戏中捕获。巴巴拉巴巴。好了，反正都是没有的，我们就来抓一下吧。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，The Berry。Solrock，Bulbasaur。看一下隔壁的预告。退出神奇宝贝，进行战斗吧。哦，换我自己。是，按下按钮来决定队伍。不错，这队伍的平衡性很好。隔壁，好像是，看这手，还蛮多不认识。战斗开始。好了，直接就轰爆他们吧。旋转转盘来选择，很好的判断。超进化机会，将 Pokemon Mega Ring 的光从正上方照下来了。抓不到，直接向联赛本部暂时借用进化月食吧。哇，停下人盘吧，成功，超进化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对手也很有能耐，不痛不痒。第二回合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瞄准红色的数字板。停止轮盘。什么都是加五啊。捕获机会，哦，三连捕获。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跳是超级球。三连捕获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来个妙蛙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接下吧。OK。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第七弹，入手。来听他讲，下次再来吧。那么就让这只神奇宝贝逃走吧，下次再来哦。请补充吹塔。最后一张卡被我打掉了。GG， 最后一张兔妙蛙有，应该是还有两张啦，就是刚刚的那个判丁吗？不是判丁，好像是判丁吧，他跟另外一只，所以里面可能剩了两张了，第三张被我抽走，所以他势必要补卡片的。最后一张 ，OK， 拜拜。OK， 新干三月十三楼。
转蛋机，满满的转蛋机。厚道动物一二代，我有拉的那个宝可梦转蛋，那个拉巴机，睡觉的宝可梦。看不出来是什么。